再带你看到人力银行今天公布了2013年薪资调查，而入行起薪最好的产业呢是营建和不动产业，起薪有34,690元，而其次呢是第二名的资讯和科技产业，第三名的医疗、农牧还有环境业，而第一名呢会是营建和不动产，主要是因为呢各大房仲业者要网罗人才，所以他们开出比较高的底薪，所以呢但是相对的他们的工作压力还有工作时间也会比较长。